麦克，凭你这套动作做杀手锏，今年我们肯定不会再输给 A Style 了。 A Style 算什么？我的目标是全国冠军。哎，麦克，你这么厉害，怎么不是队长呢？切，我告诉你们，队长迟早是我的。今天这么重要的比赛，他竟然迟到。所以你要跟我 battle？ 你以为我不敢？如果你输了，队长就是我的。随便啊。干什么呢？站好。A Style 后面就是我们了，记住，相互配合，一定要默契，听夏诺指挥。大家听明白了没有？明白了。Get fighting！尖叫声有吗？尖叫声能再大声一点吗？今天在我们街舞的比赛现场，你们将会欣赏到一场视觉的超级盛宴。下面来介绍两支队伍，来自我们右手边的是广州的 A Style， 掌声送给他们。那么我左手边的是我们 A Style 最强的竞争对手，他们是来自深圳的 Fly， 再次掌声送给他们。你们两个队长很有火药味啊。OK， 下面让我们来欣赏他们的精彩表演。赛的获胜者是 A Style， 掌声送给他们。麦克，你为什么不按照我原来的编排跳？你没听清楚吗？评委说是你节奏和音乐脱节才扣的专业分，要不是你挡住我，我会跟不上吗？你不就想当这个队长吗？你自己的失误怪到别人头上，你根本就不配当这个队长。你够了，站好，不就是一场比赛吗？你们闹什么闹啊？夏诺，你身为队长，输了就是输了，错了就是错了，哪有那么多理由？好，我退出。夏诺。
公司有事儿，我得去忙，然后我把那个定位发给你啊。你接着说。这样，夏诺，那个跟你妈说了。我叫夏诺，12岁，喜欢城市，喜欢街舞，是 Firefly 舞团的队长，刚刚还是。我很喜欢街舞，觉得它很酷，很炫。跳街舞是唯一一件让我觉得开心的事儿，当然，某些人除外，比如，哎，美女，美女，你看我。我的朋友小胖，别人跳舞会让人想跟着一起跳，而他跳舞只会想一起打。哎，小胖，哎，你来了，来来来，有请街舞天才夏诺来给我们秀一下。你别闹了，我不想跳。如果你输了，队长就是我的。随便啊。结果我们就输了。没道理啊，肯定是那个麦克搞事情。算是吧，不过你也知道，他一直很不服我当这个队长。不过你就这么走了，也太便宜那个麦克了吧。无所谓，反正我也不想当队长。真的？本来就是我爷爷非要让我当的。哎，你假期怎么安排？我早就跟我爸商量好了，假期去萨瓦迪卡，怎么样，一起去啊？行吧，我问一下我妈。我妈找我了，我先回去了。啊？哎哎，说好的一起扫瓦迪卡呀！你今天把孩子一个人扔路上，出了事怎么办啊？今天是不是让我让你去接他的啊？公司让他拖吗？公司的事不能拖，孩子的事就能拖吗？我都跟你说了，我今天去产检，你就不能等我到了再走吗？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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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先考虑，行吗？我们家就夏诺一个孩子，他个性强，平时不跟我们沟通，我只是想再要一个孩子陪他。他现在上中学了，可学习成绩一直跟不上，所以我也着急。我当初就不应该让他学街舞。我退出舞团了，我不跳了，这下你满意了？王夏诺，生个小弟弟来跟你打架。他俩本来就懒得管我，现在还要来个小弟弟小妹妹。你看看你的玩具，这都什么呀，再把你妹妹吓到。艾顺便，第艾顺便，这还不是最惨的。原本我们不是约着去泰国玩吗？结果，因为我爷爷，爷爷，对，说起来我还没见过你爷爷呢。你爷爷是个什么样的人？他
是个很土、很可怕又很神秘的人。去年暑假的时候，哎呦，又见到我可爱的小孙孙了，让爷爷好好看看。哎呦，这么晚还不睡觉呢？偷听家长讲话呢，是不是？我的小孙孙又偷偷出去玩啦？啊？呀！他真的是这样，看起来好像一直在看电视，却神出鬼没的，还老是捏我脸。又抱着我的哈着，为什么因为你爷爷就不能去泰国了？不是早就说好了吗？我把票都订好了。哎，还不是因为爷爷。小孙孙呐，可想你了。哟，怎么了？不高兴啊？心情不好？哎，是不是王家还要惹你了？没有。我听说你怎么不跳舞了？你可跟爷爷说过，你要拿冠军呢。一定是王家喊搞的鬼，是不是？哎，爸，这个夏诺啊，输了。自己退出比赛了。我还不知道你，一天工作忙工作忙，你什么时候关心我孙子了？啊，小孩子赌气的话你也信？爸，这段时间我真是工作忙，而且来这么多客人忙。最近爷爷，我想跟小胖去泰国玩，王家涵他不同意。王家涵怎么说话？有这事儿？王家涵，你给我过来，我给你花了一辈子钱养你，怎么着？现在小孙子想出去玩，你都不答应啊？爸，我真的是工作忙，而且最近你说小静也不方便，是不是？工作忙，工作忙，都快一年了。你说，带着小夏来看我，到现在也没有来。就是这样。爸，我爸妈担心爷爷的身体，一商量，就让我跟我爸去爷爷家了。哎，哥们儿，对于你的遭遇，我表示非常的同情。但是我听说农村里的蚊子有鸽子那么大，手机没信号，没有肯德基，也没有电影院。我只能说节哀顺变，节哀顺变。你什么意思啊？你不陪我去啊？怎么会呢？我会从泰国给你带个榴莲回来的呢。不过农村嘛，你自己去好好享受吧。萨瓦迪卡，泰国我来了。听到了，非要我也去乡下锻炼锻炼。我这么强壮，根本不需要锻炼的好吗？节哀顺变，节哀顺变啊！快困得要死，吃个中药，一个一个摇晃。哎呦，想在雨中全身放松，整个人懵到懵懵。同手同脚不一定错。就是爷爷家了。爷爷，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我们回家了！哎，小妹妹，有厕所吗？哎，王叔叔，他怎么这样啊？人家怕生，走吧。哇，夏诺！你也认识夏诺啊？深圳跳街舞的都知道他，我是他的粉丝呢。你也参加比赛了？嗯，可是被淘汰了。哎呦呦！姑妈让你给我放粮，你跑去哪儿了？你别跑！你问。哎，多多啊。韩叔，韩叔你回来啊？回来了。哎，多多啊，这是我儿子夏诺，这是小胖。
洪灾来了！哎呀！哎，我跟你说，刚才我去那个厕所，太夸张了。我爷爷种的菜确实好吃啊，我都吃撑了。你是不是又想着跳舞的事儿呢？哎呀，不是我说你，你想跳就接着跳呗。我再也不想会队里跳舞。为什么？因为现在不早了，蚊子比较多，你们两个呀，就别瞎想了啊。怎么了，夏诺？不高兴啊？夏诺，你看，花挺好看的嘛，我们摘几朵放到房间里去，爷爷肯定会喜欢。啊，看谁摘的多啊！你们两个干什么呢？摘花啊！坏蛋，偷我们家南瓜花！不就摘几朵花吗？你偷花还有理了？你怎么突然打人啊？摘几朵花吗？你们懂什么？这是我妹妹自己挑粪浇水，好不容易才长成这样的，容易吗？可是你呢？楚恒，算了算了，别哭了啊。那个，对不起，我们真的不知道，我就是好奇，所以才摘的。楚恒，不哭不哭了啊。吃早饭喽，各位。小胖，春华，别哭了，春华，别哭了，多少钱？我赔给你。哎，算了，别哭了。那这些吃的都给你们。我不要零食，我要我的新书包。啊，行。哥哥这个暑假都拔格藤，卖了钱给你买新书包好不好？我们也一起。哥哥真好。你们两个为什么偷我们家南瓜花？偷？没有，我们就是觉得这花好看，摘了。这还真是南瓜花。哎，城里人真没见识。走，春华。哎，等等。那这些花怎么了？反正都已经摘了，拿回家去吃吧。啊，吃。放下！刚来就闯祸，人家东西不能拿，不知道啊？
那我们哪里知道啊？哎，爷爷，嗯，这个南瓜花可以吃吗？当然能吃了，不过吃以前呢，一定要把这个皮儿给剥下去，可好吃了。先给人道歉，啊。对了，爷爷，今天我们要跟金飞去爬鸽藤。爬鸽藤？啊！哎呦，那会儿可累。走，哎，小宝，你帽子在这儿。小宝，帽子。哎，我说你看看你，嗯，刚才跟夏诺说话。走了，哎，小光，走了走了。嗯，这个呢，你看，就用这个把它捆住，然后，哦，谢谢，然后把它穿过去。夏诺哥哥，你们城里的小朋友是不是都像你们俩一样，什么都没见过呀？才不是呢，城里什么都有。你们城里有的，我们县城里都有。你们城里小孩子就是没见过世面，要不然就不会连南瓜花和冬瓜花都分不清了。那是因为，那是，他会跳街舞，你会吗？我会，我会。嗯，肯德基、电玩城还有电影院，你们这里都没有吧？我告诉你，你们都会跳街舞，我也会。嗯。也会跳街舞，我们都会。白头，好，挥手。那个好，大家今天先练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哎，郑老师，郑老师，这是夏诺。哟，是吗？我早就听说了，说你可是街舞天才啊。有空的话多教教大家。其实我跳得也一般。哎，你装什么谦虚啊？我告诉你们，他就是天才街舞少年夏诺，而我也是有两把刷子的。哟，是吗？是的呢。那要不要 battle 一下，也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的实力啊？好啊。可是我怎么怕了？来，啊，你好，你好，你好，我是他们的支教老师，叫我宋老师。啊，您是支教老师？夏诺啊，现在。
虽然我还没当爸爸，不过我个人认为，不如先把他成为朋友。他爸爸还有我，我不会输给小光的。哎，夏诺，这个做厨师是吧？哎，小胖别。来，别闹了，大家跟上。金飞，嗯，街舞跳的不错啊。没有，你是专业学的，我只是练练而已。哎，对了，夏诺，我看你的乐感还有你舞种的全面性都非常的好，你还有自己编舞是吧？嗯，会一点吧，编舞。嗯，这样，夏诺，我呢想让你有空的话多帮我教教他们。嗯，今年我打算给大家报名参加街舞大赛。夏诺哥哥，夏诺哥哥，你有好动作，特别想学。还有我。花来喽！别着急呀、啊。哎，尝尝。哎呀，怎么样？好吃，好吃，好吃，好吃。都有这孩子。不住，好吃。哎呀哎呀，你别抢，别抢我。哎，可以了，可以了。金飞，都这么累了还跳舞？我跟你们不一样，不能专门学街舞，只能不干活的时候练一下。夏诺，我有点瞧不起你。瞧不起我？又想打架？我可不怕你。不是，你有那么好的条件，却因为一次比赛输了赌气，说不跳就不跳了。我那不是赌气。随你便吧。哎，别忘了明天上山拔课堂啊。没什么时间管我。小诺，你说翻过最远的那座山，是不是就到深圳了？我特别特别希望能走出大山，到深圳去看看。哎，你说那里是不是特别美啊？还好吧。多好啊！你们出生在大城市，每天都能学习到街舞，
哪像我们这里的人，要是没有钟老师，都不知道有街舞这种东西。哎，要不你和我们一起去参加街舞大赛吧？可是我已经输了，又退团了，我也不知道。哎，输了就要赢回来呀！我知道你比我们更爱街舞。哎，要不这样子，你带着我们这些小伙伴去深圳参加街舞大赛吧。哎，去最远的山后面的地方。哎，哎，是啊，夏诺，咱们就成立一个乡村街舞团，这样就可以参加比赛，还可以一雪前耻，对不对？是啊，一起。我再想想吧。切，有什么好想的？我要加入乡村街舞团，跟你们一起去比赛。啊！喂，你什么意思？我也是很有实力的，好吧？夏诺，就算你不跟我们一起去比赛，那你也多教教我们吧。对啊，夏诺哥哥，你也要多教教我。是啊，是啊，教教我们吧，多教教我们吧。嗯，太好了，那我们一起加油吧。三、二、一，加油！夏诺哥哥，你看，这就是我常说的沙公爷爷。沙公？对呀。哇，好大的树啊！沙公爷爷是树神吗？不知道，不过沙公爷爷会一直保佑我们的，大家都这么说。对。我们一起跟沙公爷爷许愿，好不好？好。夏诺，你许了什么愿？嗯，我好像没什么愿望，但是。我知道你许了什么愿。大家好，我是本次比赛策略的小主持人米诺，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和你的团队吗？但是我相信以我的实力拿冠军没错了。小胖，到明天我们就来了快半个月了，你说我们是不是该回深圳了？别啊，我好不容易才加入乡村街舞团。你真打算跟他们去参加比赛？当然了，你就不打算比赛？我是番舞团的新队长。输了怎么样啊？退了团我们再组建一个，你要是能拿冠军回来，谁还管你啊？我先睡觉了啊。哎，先说好，这里这么好玩，我还想再多玩几天。夏诺，不早了啊，准备。不如先和他成为朋友。还是想参加街舞大赛，对吗？跳舞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而且我想起了我在大学舞蹈队的事情。你也跳过街舞？我们那会儿啊，叫霹雳舞。我才不信！真的，
那时候大学宿舍一共是四个人，我们一起报名参加了学校舞蹈队，还搞了一个组合叫做火星态度。火星态度、嗯、这么土的名字。对，现在听起来 low， 但是当时啊在学校我们火的不行啊，天天的想创意想动作，还去路边跳给街边的人看，那时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哎，那后来呢？后来你就毕业了。哎，各奔东西呀、啊，忙于工作，忙于生活，也不能像以前一样跳舞了。舞蹈队那几个人啊，也没坚持下来。不过呢，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因为他们把舞蹈这种快乐的精神留在自己身上。爸，其实乡村街舞团的孩子特别有天赋，他们跳街舞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啊，不主要是你喜欢的事，我妈都支持你。支持我？你们大人就是嘴上说而已。哎呦，臭小子，今天我给你跳一段怎么样？刘队。Since that ice cold, Michelle fight for that white gold. This one for them hood girls, them good girls, straight masterpieces, styling, wilding, living it up in the city. Got chucks on with Saint Laurent, gotta kiss myself, I'm so pretty. I'm too hot. She got the police and the fireman. I'm too hot. Make a dragon wanna retire, man. I'm too hot. Say my name, you know who I am. I'm too hot.你这就是霹雳舞，笑死我了。冲着爸，我想跟金飞他们一起参加街舞大赛。去呗，不是说了吗？只要是你喜欢的事儿，老爸都支持你。不过啊，咱可得约满三张，你不可以半途而废啊。嗯。哎呀，乡村街舞团。其实啊，这几个孩子，别看他们是农村的，但是人家呢，比你努力，也比你用心，都是小伙伴儿。你呢，也得说说你的脾气，人家也在用心呢，对不对？有志者事竟成，好好努力吧，一起，嗯。五、二、三、四、五、六、七，周老师，哎，来，大家先休息一下。来了，小诺。啊。怎么样，想好编舞动作了吗？我决定加入乡村街舞团。是吗？嗯。小诺，你想加入我们啊？嗯。好棒！小诺哥哥最棒。你看，我就说嘛，他迟早会来的。八妹，你看我是不是料事如神？好了，有夏诺的加入呢，我们就更有把握了。距离预选赛的时间还有一个月，我们一定要在这段时间内好好的准备。怎么样，夏诺，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乡村街舞团的孩子的笔记本功是比不上其他舞团的，但是乡村街舞团的孩子身上有城里孩子没有的野性，所以我觉得编一个关于乡村生活的舞蹈应该会很不一样。嗯，可是街舞还是要考专业性的。嗯，小强的 popping， 阿明的 breaking， 还有小光的 locking， 哎，再加上向诺的 solo， 我觉得我们还可以把每个人的特长都展示出来。
你们两个说的呀，都有道理。以乡村生活为主题，做有故事内容的街舞，国外很多大神都这么跳过。好主意，来，咱们仔细研究一下。天飞，你的手怎么了？不知道，这几天都挺麻的。可能是这几天练的吧，要多注意点，不然就不能比赛了。我觉得我们这个舞团还是差了一点。那三个女生的组合有点弱，我觉得可以让小胖和胖妹组个组合。确实，我们两个的组合舞也要多练一下才行。可是我还没有舞感。下雨了，哎，走吧走吧。哎，等等，我以前看过一个雨中街舞秀，要不咱们试试？哎，好啊。你说金飞他怎么样了？不知道，听爷说他病得挺重的。我有点想他了。夏诺哥哥，小胖哥哥，钟老师教你们呢。走。进来吧，夏诺、小胖，你们怎么来了？金飞，你怎么了？金飞，你怎么样了？我也不知道，突然就动不了了，只有右手能动一下。金飞，你是不是不能和我们一起跳舞了？金飞，你这样说好吗？钟老师，韩叔，金飞啊，感觉怎么样了？还行，大家就不用担心我了。
你们听我说，金飞呀，一定会没事的。他还和我一起去深圳参加比赛，对吗？对，对。好，这样，我们现在呢，让金飞好好的休息，大家离开，好吧？好。金飞再见，好好休息。金飞现在什么情况？肿瘤，两个肿瘤全部长在颈椎上了，压迫到了神经，所以瘫痪了。那他这个是良性还是恶性的？能切除吗？良性的，但是发现的太晚，长得也太大了。医生说，手术成功的概率只有20%，而且就算手术成功了，也还是会瘫痪。这孩子才12岁，可惜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行，谢谢你啊，您慢走。这就要命，这玩意儿。爷爷，金飞他会不会再也不能跳舞了？他会不会？爷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小胖，别哭，别哭啊，会有办法的，会有办法的啊。金飞这么喜欢跳舞，这事儿啊，对他太残忍了。还有你们两个，今天所知道一切，都不要出去说啊。对对对，千万不能让金飞知道，他要知道了，这思想压力更大了，这病就更好不了了，啊。嗯，爸，那现在该怎么办？你们两个回去之后，继续带大家训练。让金飞看到去深圳比赛的希望，好吗？哎，你们怎么都不排练啊？夏诺哥哥，金飞不能跳舞了，我们还要练吗？当然要，这样等金飞病好了，我们就可以马上去深圳比赛了。还有3个星期就要比赛了，我们要加紧训练。对啊对啊，你们还要把我的也赢回来。春华妹妹怎么没来？我去找过她了，她说哥哥生病了，再也不想跳舞了。先不管她了，我编了一个新舞蹈，用 Keep You Much Longer 的音乐。来，大家跟我走去。小梦，我的金飞，大家醒醒来！快点，来，走吧。And maybe say, I wish I could just stop by and lay by your side. Wish I could just stop by and maybe say, I wish I could just stop by and lay by your side. Tables have turned, and I finally learned that this is making up for every day I was gone. That's why I'm concerned. But now it's confirmed that you spread your wings and learn to fly. All alone, don't you see that I find that life for you? 小诺，快11点了啊，赶紧睡觉。嗯。
金飞，夏诺，你来了。夏诺哥哥，春华，你最近怎么都不去排练啊？哥哥生病了，我不能去。那可不行，你要是不去的话，你哥哥也会难过。是啊，春华，要是现在不排练的话，等哥哥好了，你就跟不上大家了。好吧，哥哥，那我先走了。嗯。金飞，我编了个舞蹈，跳给你看好不好？Wish I could keep you much longer. 停停停停！你们过来！你们这跳的是什么啊？马上就要比赛了，怎么还不认真跳？你们，金飞在的时候，他从来不会这样说我们。本来我们干活就已经很累了，还要训练。可是你们现在的水平怎么参加比赛啊？本来就不专业，还笨。夏诺，夏诺，我们本来就这样子的。原来你一直都瞧不起我们。你，我们走。我，夏诺，我虽然不是很聪明，可是不笨。小强，哎，夏诺哥哥，我回来啊！喂，夏诺，怎么回事？我也是为了他们好。你是不是说话的语气伤害他们了？可是金飞他。我记得你小时候想学习字。
向诺，你以后想干嘛呀？不知道，好像有很多很多，又好像没有。目前呢，就是拿到街舞比赛的冠军。那这次比赛有信心吗？不知道，但是我会好好跳的。哦，对了，王叔叔，啊，我想给我爸爸打个电话。啊，你要回去了？啊，不是，我们这么多人要去比赛，要吃要住什么的，肯定要花很多钱吧？所以我想找我爸帮下忙，搞点赞助什么的，这样不是很好吗？嘿，这小子好主意啊！小子还真有办法啊！哟，怎么了？好像发烧了。发烧了，快！赶快送去医院去。小诺，别怕啊，咱去医院。爸爸，没事。小诺，小诺。妈，你怎么来了？爷爷说你发烧，我就过来了。看这样子，烧应该是退了。你还好意思说？你是怎么带孩子的？想跪搓衣板是吧？哎，爸，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出卖我，你真是。嘿，王家涵呢？王家涵。人小静说的没错哦，你平时就这么照顾我孙子的？爷爷，哎哎，好啦，先喝点白粥啊，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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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去烫。慢点喝。小强、茵茵、春华、胖妹、小光，还有阿明，我今天来是跟你们道歉的，对不起，我之前不应该那样说你们，是我错了，我因为太想要训练好你们参加比赛、完成经费的梦想，所以逼着你们天天训练，但是我忘了，跳街舞就是要让大家开心快乐，而不是像假期作业一样烦，但是我恳请大家，为了经费，也为了我们共同的街舞梦想。和我一起跳舞吧，夏诺哥哥，我愿意和你一起跳舞。还有我，夏诺哥哥，我永远支持你。莹莹、泡妹、小光、阿明，一起啊！来来来，来吧来吧。没事，你小心点啊，听见没有？你也照顾好自己。你照顾好他。回来，哎呦，您放心吧，啊。爷爷，您不跟我们一起回深圳吗？不了，爷爷啊，过段时间再回深圳。现在呢，我得把地里的菜给收了。哎，你忘了，那是你和小胖帮我种的萝卜。好，去吧。嗯，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哎，慢点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你以前不是不喜欢爷爷吗？怎么才一个月就舍不得了？爷爷他不跟我们回去吗？
爷爷在这儿啊住了一辈子，住习惯了，等他有空的时候。好吗？嗯，我一定会。大家都知道，明天就是选拔赛的第一天。海选考的就是专业性和特点创意，所以在创作主题性方面没有什么要求，大家只用发挥好自己最擅长的部分就好了。小强，你的 popping， 小光的 locking， 阿明的 breaking， 其他人配合好下路，指挥好起舞部分就可以了。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吗？明白了。In the game, I ain't never had to fake. Fuji auto on the classic like that bitch got on the skate. Having dinner with her, mama smelling like I'm down. 快点快点，好好跳啊！他坐下来了，他怎么啦？为什么不跳啊？哎，小朋友，不要委屈，我们慢慢站起来，然后不要害怕，然后告诉小黑老师，你为什么来参加这次比赛呢？我不知道。好，小妹妹，你快快起来，跟老师们讲一讲你要表演什么节目呢？我不知道，你别问了。好好，咱们不说话，开始你的表演。
好了，可以不用跳了，都不用跳了。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反正我跳的比那个小妹妹好。嗯，有道理。Yeah. Ride with the mob. Hamdulillah. Check in with me. And do your job. Earth is the name. Timbala did the chain. Turn on for the watch. Hermes Liga feed a village in Liberia. TMZ taking pictures causing my hysteria. Mama see me on BT and start tearing up. I'm so killing niggas.哎呀，还真是他呀！就他们那群歪瓜裂枣，还敢来参加比赛？你不用这么自暴自弃吧？你。但是我看你们的表现是非常有张力，所以我给过。哦，我看到后面那个胖胖的小胖，哇，非常喜欢他的风格。Yes, OK, 我给过。很多人动作连接不上，但是我从你们动作里面看到当年的我们跳舞时候的热爱与执着，所以我的答案是通过。少年，我告诉你，他就是舞团里被开除的那个叛徒。走，街舞天才夏诺，只是一个被舞团开除的叛徒罢了。喂，有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碰到老队友过来问候问候。麦克，你不要太过分了。原来你就是麦克啊，就是为了想当队长而陷害夏诺的那个麦克呀。我那是凭实力得来的，你个胖子看着就不像是跳街舞那块料。我也是过了选拔赛的好吗？哦，那你们的街舞团叫什么名字啊？我猜呀，你叫乡村街舞团。看，我们就叫乡村街舞团。下来，乡村街舞团好怕怕呀。乡村街舞团有什么好笑的？麦克，你只不过是我的手下败将而已，别那么嚣张。曾经是，不过这一次，你还有你的所有队员，都将是我的手下败将。大哥，我们还是快点走吧。哎 ，AJ Coco， 这俩小胖不就是抖脚上在田埂里跳舞的那两个小胖子吗？那可不是吗？那还是两个小网红呢。网红哎，好厉害呀！那我们还是快点走吧。怎么废话那么多？先打架是吧？打架我可怕你啊！打架打脑袋！行了，别闹。麦克，要是有什么真本事，在场见。走，有空多练习练习，不然我们赢得多没有成就感啊！Nice show, sold a lot of merch. Bad bitch in my bed, so I ain't got a jerk. Forbes list caught me, so it's hard to make the dollar hurt. All we need is good green and some blue. 5-1, so it's guaranteed. Miley Percocet.
说实在话，我挺失望的，我没有想到大家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所以我最后的决定是待定。胖妹，金飞哥哥还在等着我们呢。胖妹，你跳的一直都很好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不要难过了，不要难过了。跳的。胖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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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啊！胖妹，别走啊！怎么办？怎么了？这是？孙红老师，孙老师，胖妹，胖妹，走了，走了。为什么呀？不知道谁把这段舞蹈发到抖脚上去了，还给起了个标题叫做“两个胖子的街舞”。朱老师，我们出去看看胖妹。好，走吧。朱老师，他们都这么没自信，怎么办啊？夏诺，记住了，一个舞者证明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在 battle 场上面打赢自己的对手，明白了吗？嗯。胖妹，没关系，一次不小心输而已，我们也没输。谁放上去的？这么无聊。是啊，挺伤人的呢。不管是谁，像这种不尊重对手的团队，真是 low 到爆。等一下。网上的恶搞视频就是你们干的吗？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难不成你们比赛还怕别人看？麦克，还有你们几个，如果想要赢，就凭你们自己的实力赢得这场比赛。怎么样，想打架不成？你再说一遍。别动。看那边，他们说要打架吗？应该不会吧，马上就要复赛了。麦克，让我告诉你，作为一个舞者，证明自己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六七八九十 ，Damn, maybe all I need is a little bit, a little bit of this, a little bit of that. Get it cracking in the club, I mean, and shit. Popping like a sock, get the roof in that back, go shit that. Hey, 我倒真感觉他们现在跳的这个动作比比赛的好。你们两个团哪一个团不公平啊？你们俩就算你们这一次赛事赢了我们，要不是靠 A Star 他们的实力，你们永远都是那一个，那么丑，那么笨，那么土的手下败将。就是垃圾手下败将，虽然没那么好看也很土，但是我们就不能跳街舞了吗？爸，您看，那边好像是乡村街舞团的那个李子老师。没错。外表长得怎么样？穿的时不时尚？动作笨不笨？
跟跳街舞有什么关系呢？嗯，真正的街舞是对生活的热爱，对快乐的表达。只有能表达内心的街舞才是真正的街舞，明白了吗？小诺，姐再见。姐再见。哎，胖妹，你看你火了，你看这个评论上面都是夸你的，没有人笑你。夺冠热门毫无疑问， A Style 是这三支队伍当中无论是力量还是控制力都是最出色的一支队伍，而且他们队员的配合度极高，说实话我们很难打败他们。那如果我们加强舞蹈表现的内容呢？除了力量和技术以外的。你说的具体是？我觉得我们可以重新编一下舞蹈，给大家看看真实的我们。真实的我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停。你们先自己练一下。钟老师，我爸说经费可能不行了。啊，那怎么办？经费会不会等不到比赛结束？我们的舞蹈还没有编完。干什么？夏诺，你放开我，要涨经费。夏诺，你放开我，我要涨经费。夏诺，站住！干什么呀？啊！你们这么做，对得起金飞，对得起你们自己吗？最后一支舞给我跳完了。哇哇哇！两队的实力真的太强了，非常的接近。但不管怎样，比赛
一定要有输赢。下面我宣布团体淘汰赛优胜者是乡村街舞团。Like a wanted roach, I slay my prey and they decay. I blow away and throw away the doorway, 'cause I don't play. Attacking like a psychopath, breaking rappers in half. So feel the wrath of Kane. The name is Big Daddy. Get a break, trouble. 我还是很喜欢那个小胖哥，非常棒。我觉得乡村街舞队的舞蹈非常灵动，而且很有生命力。所以我们这次的抉择是非常困难的。但从舞蹈技术上来讲 ，A Star 会更胜出，所以我们觉得胜出的团队是 A Star。决赛的舞台真的非同凡响，有遗憾，更有荣耀。但不管结果如何，只要参与了比赛。享受到舞蹈带给大家的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下面我宣布本届比赛圆满。等等，我是乡村街舞团的队长夏诺，虽然我们输了比赛，但是我们还有一支舞蹈想跳给大家看，所以我恳求大家给我们一点点时间，就一点点时间，让我们把这支舞蹈跳给我们来不了的队员。请开始你的表演。虽然我们输了，但这一刻，我突然明白，真正的街舞其实是对生活的热爱，是吧，金飞？We'll be right back.
卡了，别跳了，别跳。Baby